主料，梨半个，葡萄十粒，黄桃半个，猕猴桃一个，辅料酸奶一盒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，各种水果清洗干净，水果削皮切块，往水果上加酸奶，把水果粒和酸奶拌匀就行。烹饪技巧，水果品种很多，亲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口味挑选水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